我时常在想，他们眼中的世界是怎么样的，是否和我一样，只看到眼前的工作、事业和小小的生活空间。轨迹看似壮阔，实则重叠、单一、循环。他们拥有安全的界限，透明的、确定的、狭窄的边界。直到那天，我发现另一个鱼缸。边界还是无边界，在这儿似乎并不重要。他们有足够的空间吐纳，我想我或许也能变得如同他们一样，尽情感触，闭眼冥想。这一刻充实丰美，我努力想象关于海、关于鱼、关于这里的故事，去捏造一个属于我的鱼缸之情。那刻我在想，我和鱼生活在同一片水域，我终于摸到了关于鱼缸的水纹。